哋仍然站立啊，弟兄姊妹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上帝圣灵，我哋继续祷告神啦，哈利路亚，上帝圣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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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去敬拜你，耶稣，当我们真的将眼目放在这个世界的里面，我们很辛苦，今天的环境好像好一点，但是今天突然间一个不好的消息，耶稣，我们怎样去调整我们的心，我们怎样做，我们突然间觉得自己很没有能力，我们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，因此让我们很惧怕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经过去祷告，当我们经过寻求神，当我们的眼目专注在神的里面的时候，耶稣跟我们说，你若能够信过，在信的人的面前是凡事都能够，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我们眼所见的一切，耶稣，我们多谢你，主圣灵，求你这一刻你再次进入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再次燃起我们神对领的爱，耶稣，你呢给我应许我们，你说呢在人的里面不能，在神的里面凡事都能，我们去宣告好不好，我们宣告在人里面不能，但在神的里面凡事都能，我们在人的里面不能，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凡事都能， Amen， Hallelujah， Hallelujah， 主多谢你， Hallelujah， Hallelujah， 多谢你， Hallelujah， 耶稣多谢你，
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耶稣，我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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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耶稣，有你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瞎也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我的心情和我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我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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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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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。这个的眼目里面专注在你的里面，耶稣是啊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耶稣我们呢只要我们捉住你，就好像呢个妇人的里面呢，他去捉住耶稣的衣袖衫袖的时候，他就带着这个无大的信心，主我求你就将这个信心加入在我们的里面，主因为在你的里面，在这个爱的里面，你说是没有惧怕的，耶稣你说在什么光景里面，只要我们 回转去到你的面前，跟你在一起，你的爱是不会改变，你的爱是永永远远去爱我们，这个应许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，多谢你耶稣，哈利路亚。我虽面对苦难却无伤感，因你是我心肠的像平安，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，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，我虽经历失眠仍有盼望，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，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，因你赐下神灵使我心更勇敢，面对苦难却不伤胆，因你是我心肠的小平安，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，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，我虽经历失恋仍有盼望，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，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，因你赐下生命使我心更勇敢，在你引领处，你的爱是我
却无伤大，因你是我心肠的上平安，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，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，我虽经历失恋仍有盼望，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，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，因你赐下生命使我心更勇敢，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，吸引我靠近，引导我脚步，将我隐藏在你引领处，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，我心依靠你复活救主，虽然若无力是你帮助，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，你的爱引领我道路，耶稣，我们多次再次的多谢你的爱，你说呢在你的话语里面，你教导我们在爱的里面，我们是没有惧怕的，在爱的里面是完全的，你就把这个惧怕拎走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得着你没有的爱。耶稣，求你这一刻你再次的将你的话语，将你坚固我们信心的话语再次给我们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将我们的眼我们闭开的时候，我们用心去听神在这一刻所跟你讲的说话，以致你不是怕这个世界，是乃是将你的心转住在耶稣的里面。哈利路亚，沙拉巴斯基里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沙拉巴斯，沙拉巴巴巴巴巴耶拉，哈拉拉巴巴巴耶拉，哈拉巴鲁斯卡鲁鲁，沙拉巴斯卡鲁鲁，沙拉巴耶拉巴斯卡拉，沙拉巴卡拉耶拉鲁，沙拉巴卡拉鲁，沙拉巴斯卡鲁巴斯卡拉耶拉，卡拉耶拉鲁，沙拉巴斯卡鲁斯卡，哈利路亚，沙拉巴斯卡鲁，卡拉鲁鲁，沙拉巴斯卡鲁斯卡拉。Thank you.
引导我脚步，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，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，我心依靠你，复活救主，虽然若无力，生命帮助，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，你的爱引领我，我心渴慕你，生命救主，吸引我靠近，引导我脚步，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，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，我心依靠你，复活救主，虽然若无力，神灵帮助，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，你的爱引领我道路。刚才我祈祷的时候，我等姐妹祈祷，我感受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不单止是这里很多地方，很多人会埋怨为什么主你不需要听我的祷告，为了家人，为了疾病，为了事业，为了这样那样的，你不需要听我的祷告的，都没有应验我，有些小小的埋怨，但主说听，主听你的祷告，但他说呢，如果你祷告想去别人得罪你，你要首先跟他说好，我会听你的祷告的，你要饶恕别人的过犯，天父才会饶恕你一切的过犯。今天在我们的社会，很多的分裂，很多的憎恨，好像看美国的一选举，很多的分裂，很多的憎恨，香港因为我们政治的问题有一样的，教会里面也都有的，主要我听呢，你要饶恕人，好像我的话呢，就是有病的可以请长老为用油抹他，出于信心的祷告会医治这个病人，但之前他说呢，你要互相认罪，要互相认罪，好像保罗都这样讲的，在腓立比书，所以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，外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全心谦卑，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要耶稣基督的心，要耶稣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烈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成了人的样式，形象样式，见干有样的样子，就是自己卑微，全心顺服，以致要死，死在十字架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他说你要以基督耶稣的心，你要谦卑落来，不要对很多人讲很多批评的说话，反而为那些逼他的人要祷告祝福，不可咒诅，要祝福，不可咒诅任何的人，甚至那些不信耶稣的人，那些逼他的人，那些是无神论的，那些是拜偶像的人，不要咒诅他们的，
祝福他们的，何况是你的家庭，在你教会里面的，神有一个好更新的医治我们的，因为我们好多人被这个属世的灵充满，是对这样有看法，对那个有批评的，但是耶稣要你以他的心为心，你要思念最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最上，要思念神的美好、神的荣耀、神的圣洁。你不单止要思念，要将基督的话放在心里面的，而且你的口要改变，不要再造作祝福人。当你去祝福人的时候，要说他们的过分，祝福他们的祷告，你会看见神会垂听你的祷告，神即其时会放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以基督的心为心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多谢你，多谢你透过这个的经文里面，神告诉我们，我们再次检视我们自己的心。耶稣在这一刻很想我们在心里面，你有没有记挂一些你曾经得罪了你或者你不喜欢的人，在这一刻里面你为他祷告啊。是啊，我们举起我们的手啊，我们说主，我们愿意降服我们要自己，你说呢，拼命胜于献祭。耶稣，你让我们的心重新的在你的里面能够去整理，重新的给你的去修剪，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呢是可以给神去用的器皿。耶稣呢，你说呢，因为我神赐给我们那个呢，不是胆怯的心，不是刚，乃是刚强仁爱紧守的心。耶稣，求你将这一份爱呢继续给我们。我们举开手，我们祈祷啊。哈利路亚，撒拉巴斯基里，哈利路亚，库里亚拉巴斯基里，亚拉巴斯基拉。哈利路亚，斯基里，哈利路亚，库里亚拉巴斯基里，亚拉巴斯基拉。哈利路亚，斯基里，哈利路亚，库里亚拉巴斯基里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求你。哈利路亚，撒拉巴斯基里，拉拉巴巴巴，亚拉拉拉拉拉，斯基里，亚拉巴斯基里。哈利路亚，斯基里，哈拉巴巴巴的，哈利路亚，斯基里，库里亚拉巴巴巴，亚拉库里亚拉巴斯基里。哈利路亚，撒拉巴斯基里，卡拉巴巴巴，亚拉卡拉巴巴巴巴巴巴的卡。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你话咧，若要有人跟随我嘅时候咧，就要舍己啊，背起咧你嘅十字架嚟跟随我。喺呢刻咧，我哋咧就举起我哋嘅双手喺主嘅面前话：我愿意啊，主，请差遣我，我就在这里。耶稣，求你呢刻咧，将我哋嘅心完全嘅回转。定义的我们要去跟随你，定义的一生一世都不会离弃你，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环境，无论我们面对任何困难，你要记住，我们的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祂所做的一切，祂就是一个问题的答案。我们要带着这个信心，我们愿意将自己来献上活祭，我们愿意让给神去使用。 Amen， Hallelujah， Amen。 来望要过去，我终生跟你，哪怕被破碎，也谦卑跟你。来藏在爱里，要专一跟你，决心撇下黄色的我。来忘掉过去，我终生跟你，被破碎也谦卑跟你，来藏在爱里，要专一跟你，决心撇下黄色的我。世界在背后，十架在面前，我已经决定靠我主过每天，在窄的窄。终生跟你，哪怕
在背后，十架在面前，我已经决定靠我主过每天，在窄的窄路与我一起走过，沉重十架我不再害怕，沉重十架，沉重十架多谢你今天透过这个的主日里面，你再次燃点起我们对你的信心。耶稣你说在爱的里面是没有惧怕，主啊你说我们要信心的加在你的里面，因为你是创始成终的主，没有东西可以去改变，唯有耶稣你可以。我们将我们的盼望完全的加在你的里面，主我们多谢你，多次再次的鼓励我们，感谢赞美你，我这样祈祷奉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